谁呀、啊？罗建天在吗？不在。你听我说，小烈的事情我知道了，我今天是为他的事情来的，毕竟我是他的妈妈。你是找抽来了，还是找骂来了？小烈没骂，我对小烈没有尽过任何责任。我知道您恨我，可现在小烈摊上了这种事儿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，我们大家为他合计合计，这对他来讲并不是件坏事。或许我能够为小烈做些什么，对于他来讲并不是什么坏事。请您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跟您说清楚。有屁快放。怎么回事吗？这人来干什么？他来跟咱们商量小烈的事儿。他商量小烈的事儿？你跟小烈什么关系啊？小烈的事儿你管得着吗？建军呐、啊，小烈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咱们过去的恩怨先放一放吧啊，有劲儿往一块儿使。雷山这么多年怎么也有点关系呀、啊，咱们看看哪些能用得上。啊，以前教过你吗？这是什么呀？江西拿来的钱。他说他跟律师谈过，律师认为现在要赶紧给受害者家属一些赔偿，取得受害者家属的谅解，这是量刑时候减刑的重要条件。太好了，如果能够用钱解决的事儿就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这是江心的钱。是啊，他想用钱砸咱们买他的安心呢，门儿都没有。你要他的钱干什么？现在就送回去。妈，您冷静点行吗？这不大家都在想办法吗？再说了，这钱他也不是白给的，我跟他说了，算我借他的。借的也不行，就是砸锅卖铁也不借他的钱。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你来想办法？雷山呐、啊，这么多年大款你可别白傍啊啊！现在小烈可真是需要你使劲儿的时候了。你不是说吗？用钱解决了的事儿就不是事儿，钱的问题。你能解决？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好，钱的问题就交给你了。好。如果陈家不满意的话，我再去想办法。这里就是100万，拿这个从银行能取出钱来啊？您就放心吧。您要是不放心的话，我明天去取100万的现金给你。别了，拿100万现金太扎眼了，就存在卡里挺好。哎呦，让你破费了。千万别这么说。我是小烈他妈，别的忙帮不上，出点钱是应该的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好，我送送你。我跟建军好好合计合计，什么时候让陈家说起，提前通知你。陈家我就不跟着一块儿去了，有什么需要的再给我打电话吧。怕你那大款老公不高兴吧？
千军啊，把江信的钱还回去。听见我说的话了没有啊？明儿再说吧。少糊弄我，你就舍不得跟江信撇清这关系。妈，我跟江心的事儿您就甭操心了啊。哎呦，你当我愿意操这份心呐？小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觉得你跟他还能过得到一块儿去吗？啊，不是我无情无义呀、啊、我是为了你们好，钝刀的拉肉越拉越疼。妈，有些个事儿啊您不清楚。哎呦，什么事儿我不清楚，你说说来。明明心里过不了这坎儿，还跟人拉不断扯不断的。人江心还年轻，还能有自己的生活，你这样不是把人给害了吗？把钱还回去。行，我知道了啊。进来。老公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正好路过这儿，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我今天一早去给阿龙报了一个补习班，半个小时之内名额就让人抢光了，幸亏我去得早。什么补习班那么抢手啊？全国特级教师小班授课。我跟你讲啊，他们一共才开了三个班，每个班六个学生。你想啊，全市高三有那么多的学生，一共才有18个名额，能不抢手吗？嗯，为难你了，这么用心。回家吧。晚上熬点棒碴粥吧。好，我让许妈给你做一些可口的小菜，啊。行吧，回吧，我还有事儿，好吧。哎。又啊！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睁眼啊？谁弄的？我让你跟他道歉，你耳朵聋了是不是？我让你跟他道歉。啊，好啊！哎，醒了，还没在发烧。妈妈担心死了，想吃点什么，妈给你做。随便。我是点妹子。妈带你去做吃的啊。妈，今天几号了？都5号了。那我在家都躺了2天了。是呀，多少年没生病了。满嘴的胡话，给你盖了2双被子，你还很冷，先喝点汤，暖暖胃。他呢？罗叔叔。啊。罗小烈发生那样的事情，我让他回去陪罗奶奶。Thank you.
黄曼，你妈在家吗？在。我就不进去了，麻烦你把她请出来，我跟她说几句话。妈，妈，罗建军找你。哦，来了。你先回房间，我跟罗叔叔说几句话。嗯。不进来了，来还钱的。李山说，这钱他来出。也是好事儿。是我妈跟他说的。对不起，我没关系，我能理解。我没事，你走吧。知道了，叶英子，你看到郭龙了吗？嗯，他好像在教室里。哦，何老师，帮我拿一下，我去找个学生啊，谢谢。我妈，走！你们俩，别打了，走，别打了。妈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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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瞅这，妈，妈。就等你了，该发车了。冯老师，我不太想参加异地告别。为什么？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，而且我也没有见过死人，所以我有点怕。那好吧。Thank you.
病好些了吗？好些了。昨天陈浩然的遗体告别，你怎么没去啊？昨天遗体告别？你不知道啊？全班同学都去了。怎么说，你和陈浩然也都是最好的朋友，可偏偏啊，就你和郭龙没去。郭龙也没去？我是没人告诉我，郭龙会不会也不知道？他不可能不知道啊，冯老师通知大家的时候他也在场。没有人通知你，可能他们都以为郭龙会通知你吧。大家都说你们两个也太不靠谱了，居然一个都没去。陈浩然的妈妈好可怜啊，都哭晕过去好几次了。怎么说，高曼，高曼，陈浩然昨天遗体告别你知道吗？知道。知道。你为什么没去？郭龙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高曼，我实在接受不了陈浩然死了，再也见不到他了。陈浩然会想我们的，我们去看看他吧。你真那么想去？那好，那我陪你一起去吧。那你等我一下吧。打扰他，叔叔阿姨，我，你这扫帚星害人精！我儿子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，没想到替你而死，我们家永远也不会原谅你。你赶紧走，别逼着我对王妹动手。叔叔阿姨，我真没害陈浩然，我只是来看看他。人家不需要你来看他，我们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让他交了你这个损友，希望下辈子他再也不要跟你牵扯任何关系。滚滚滚滚！滚！滚远点！你告诉我，这是我的错吗？高曼，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任何人的错，就是因为罗小烈，是他把陈浩然害死的。那陈浩然的父母为什么这么恨我？行了，高曼，陈浩然的爸妈肯定现在还在失去儿子痛苦当中，有些话不理智，别往心里去。啊！你这么咳嗽不是事儿啊？没事的。你都咳出血了还不是事儿？去医院。你现在的身体情况，随时都可以发生危险。万一发生什么情况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你还是尽早的去办住院手续，不能再耽误了，好。您说住院就住院吧。
都好吗？都好。我存了10万块钱在陈律师那里，扣掉律师费应该还有剩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你也可以跟他说。你有多少钱我都知道，你都给了我，你花什么？除了我们结婚戒指，我留给了高麦，让他留念想。其他你买给我的东西，我都当了。所以你不用客气，用的都是自己的，都给高美吧。我在这儿也花不到什么钱。你最怕手头拮据了，总不能让你手中没粮，心中发慌。我还记得我们最穷的那段日子，连盒饭里要不要加个鸡蛋都要算计，你记得吗？嗯。我那时候那么小气吗？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，让你和孩子过最好的生活。对不起。你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是不是以后不来了？我马上就要去住院了。你状况怎么样？能够坚持到高考完吗？不知道。是该时候让高曼知道。所以我今天没有带他来。我在想，我怎么要告诉他？我想跟你商量。先不要说得太严重，让他一步步的接受。嗯。客人，就别说赚钱了，这开支也困难呢。过来，过来，老板。啊，来了，来了。你这啥地址？这是？哎，都臭了都。这是你推荐的？不可能的，我们家鱼都是新鲜的，现杀现做的，这是我们家招牌菜。臭鳜鱼，它就是臭的。啊，招牌菜不可能、啊！我就是安徽人，我不知道这鱼怎么做的呀。是啊，这如果把我们都吃住院了，你负责、啊。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可能我们那个大厨吧，做的这个口味不太跟你们这个不太爱吃。这样，这道菜免单，我再送你一个菜，好不？大哥，你别生气啊。那个，再点个菜，送一个菜。别生气啊。苏玉被他们发现了，后厨料又放上了。咱家还多少钱？你还惦记咱家钱呢？咱家家脚都掏空了。那要这样的话，看来我还得问我姐再借点钱。我跟你讲，你跟你姐好好说啊。你看，说曹操曹操到，我姐电话。姐，跟姐说呀，哎，姐，啊，在哪儿啊？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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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马上过去，我马上过去。怎么了？我姐得癌症住医院了。这人呐，
真是不能住院。本来生病还没那么大感觉的，一住院就觉得特别病重。这个呀，还有这个，我买了洗碗布什么的，不过你不用管，我给你放在厕所。我买了好多双筷子，你给我留着，等我来的时候一块给你洗了，好吗？小王，我看着你啊，我真觉得我当初应该生个女儿。你说生个高迈这样子的儿子，真令人操心。高迈还行，你要不躺一会儿吧，好吗？嗯。哎，你帮我把床摇起来吧。现在能少躺会儿就少躺会儿，以后躺的机会可多呢。别老说这些，你看行吗？再高一点。好高啊！咋了这是？啊？不是你都这样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现在才高，你拿我当亲弟弟吗，姐？别那么紧张，没事的。怎么就没事？你都这样了，你还不告诉我，我还能不紧张吗？哎呀，不用做了，放心，我消毒擦两遍呢。我不是那意思，你看你。走。我今天找你们两个来，是有件事情想要求你们。啊，什么事儿？我生病，高迈还不知道，我总怕影响他学习，马上就要高考了。但是我这一住院，也瞒不住。没事，姐，你要是张不开嘴，我帮你去说。我想亲自告诉他，但是高迈虽然已经17岁了，但是我总是不放心他一个人生活，所以我想麻烦你们照顾高迈。怎么照顾呀？还不就那些衣食住行的事情？男孩子总是不懂得照顾自己，学业又紧张，我希望他不要为那些生活上的琐事而分心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让麦麦搬过来跟我们住啊？你们搬过来或者是他搬过去都可以，看你们方便。哎呀，怎么都方便，都方便。你住多久啊？我这病也不好说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院，更不知道出不出得了院。听我说完。这样，你们就帮我照顾高妹到高考结束，行吗？现在不一月吗？高考6月份，也就5个月。行，姐，没问题。这样3、5天、10天、半个月，我想都不用想，我也能答应你。就江城弄那个倒霉饭馆，一天到晚忙死了。现在家底全在里面，抽身都抽不出来。姐，这要是以前，你都不说，我都能答应你。怎么着，我得把麦麦接过来，我们照顾吧。我理解你的意思。你说家里突然多出了一个17岁的大小伙子，一定会费心不少，也会多了一些开销。我一个月给你们3000块钱，如果有其他大的开支，我再给你们，行吗？行啊，3000块钱行了。姐，你这么说太生分了。再怎么着，这麦麦也是我们亲外甥，我们怎么能要你生活费呢？其实我倒是有个好办法。哎，江城，咱的饭馆不是不景气吗？咱们正好就关了吧，咱去姐店里给姐打工，这样咱们就住姐家里面，照顾麦麦，然后工作都方便，然后两全其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说什么呢你？我姐都这样了，你这时候你说这样的话，不是，哎，我说什么了呀？这不想办法呢吗？再说咱们是一家人，我想什么就说什么了。你就不应该这么说，什么时候了？说这样的话。咱们姐是不是一家人？我说话需要藏着掖着的吗？我都不知道我哪说错，你姐我说错话了。我是一家人，我是一家人，没说错。你说的事情我要好好想一想。我有点累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行，姐，
那你就先休息，回来我跟江龙再来看你。小王替我送给他们。好。养条狗，我就喂那狗两回火腿肠，人家到现在呢，天天见着我撒欢似的。这江城连狗都不如，是给爸妈生的吗？小王，女孩子家说话别那么厉害。我就是随便一说，说说而已，你别生气啊。欣姐，你现在什么都别想，你就好好养身体，还有我呢。这事你不用操心啊，我再多嘴问你一句，你住院的事儿我们跟罗哥说一声呗。不行，他是你丈夫啊，我觉得他现在有责任和义务来照顾你啊。千万不能告诉他，你觉得他现在操心的事情还不够多吗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敢去告密，我就再也不要见到你了。啊，好好好，我听你的。其实现在我们最要想的是怎么跟高美说我的事。跟我说明白。我告你，你刚才问我姐要洗衣店的事，你就是趁人之危。我什么趁人之危呀？我什么时候让他垫了？你刚才说的呀。我刚在医院一看姐那表情就知道他那么想我。你也那么怎么想我呀？那你什么意思呀？你听不懂中国话呀？我说的是给姐打工。反正你刚才说那话的意思让我感觉就是问我姐要那店。我问你，姐病成那样，她看病需不需要钱啊？她养儿子需不需要钱？所以这店对我姐来说太重要了呀。那姐病成这样她能干活吗？有小王的呀。小王能干咱们也能干，她肯交给一个外人，为什么不肯交给咱们？人家小王跟我姐这么多年，对吧，人家管理经验什么的都比咱们丰富。我就不知道一个洗衣店有什么管理经验，咱们两个加一块儿还不如一个乡下人啊。姐也够逗的，出力的事儿就想到咱们了，还便宜的事儿都想到外面的人。不是，我发现怎么什么事情一到你这儿就都变成你有理了呢？本来就我有理。行了，这事儿我也不跟你一般计较了，毕竟姐是得病了，而且还挺严重的，她肯定也想不到这么全面。等着过两天你再去医院跟姐好好说说，他没准想一想他又想通了啊。现在跟我姐说这个事儿不合适啊。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你看咱们家饭店天天赔钱，咱俩的钱我爸妈的钱都快赔光了，等哪天倒闭了喝西北风去啊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咱们是给姐打工还帮她照顾儿子，听懂没有？哎呀，你跟不跟姐说呀？我是行，我跟我姐说。那万一我姐想的跟咱们俩不一样呢？现在她跟那罗建军都闹僵了，就咱们这一个亲人了，她不想着你想着谁呀？好好想想吧。浩然，我作为好兄弟、好哥们儿，没能送你最后一程，心里其实特别难过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在这儿。你父母恨我是应该的，你应该也特别恨我吧？还有啊，走，你看。这是什么？专门给你带的。希望你在那边啊，能好好玩。
陪我来看的。我也想看一下程浩然。他如果知道你来看他，他一定会特别开心。对了，你知道罗小烈现在怎么样了吗？浩然，走了啊，改天再来看你。让我过来给你做顿饭。你先洗手吧。好，我先去洗手。吃菜。嗯。多吃点啊。学校累吧。吃啊。熊阿姨。哎。今天好奇怪啊，有吗？没有啊，你赶紧吃饭，吃啊，好吃吗？嗯。我妈去哪儿了？你妈？我妈到底去哪儿了？你妈住院了。我妈住院了，她得了什么病啊？她怎么了？她住哪家医院？你说话呀！你告诉我呀！老板，带我去找她。老板，你听我说，老板，你带我去找她。老板，你带我去找她。你不带我，我自己去找。我带你去找。老板，老板，老板。